苗栗雪见登北坑山赏大阪根巨木。从雪见游客中心出发，行走在司马县林道上，望圣林县，途经大石壁，再经东西水山山下，望远苗栗细道邦山，来到北坑山，再望远药婆山，来到大阪根巨木爷爷处，回到北坑山电信发射站，司马县林道上的木马高度落差273公尺，花费时间80.16分，总距离23.9公里。